我们来到了位于首尔地铁一号线的济基洞站哦。在这一区呢，有很多韩国的传统市场。那么今天又有什么样特别的任务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哦，今天的任务是去韩国传统料理研究所制作一餐正宗的韩式料理哦。今天呢，跟随我一起来制作一餐最正宗、最传统的韩式料理吧。还等什么呢？走。刚才呢，已经和韩式传统料理的老师沟通过之后，知道了今天具体要用什么样的原材料了，还等什么呢？赶紧购入我们的原材料，做美味的韩式传统料理吧！走。哇，好新鲜的味道啊！中华小当家，那我们已经做完了今天任务中的三道韩式传统料理了，热乎乎的刚出锅的，赶紧来尝一下吧。孙露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会很好吃，是不是很饿呀？现在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吧。哇，辛苦啦，也辛苦。哇，这个又特别香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邀请到特别来宾孙露一起来做了一餐特别传统地道的韩式料理，任务成功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